很多朋友想看曼谷顶级的豪宅，今天安排这个公寓叫做28 Chitlong， 位于曼谷的市中心，大堂雅致美观，犹如五星酒店，喝着咖啡，看着绿肺，生活在此，今生无悔。阅览室的落地玻璃彰显大气，而且还用上了空气净化器，看着阳光一米，登上云霄电梯。房间挑高3米，连门都是挑高的。走进屋，厨房节约空间，客厅美轮美奂，卧室华丽高端，卫浴干湿分离，方便。下班回家之后，小酌一杯，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休息着，舒服。伴随阳光一米，踏上高速电梯，来到顶楼泳池，瞬间心旷神怡，国泰安宁，一望无际，曼谷城市风光旖旎。另一侧则是儿童泳池，欣赏着美丽夕阳，感受着幸福安详，脚下有水缓缓流淌，我仿佛来到了人间天堂。万丈光芒隔着口罩晒红了我的脸庞，就问你香还是不香。时光在这里越拉越长，因为我感觉好像进了牢房。哎呦你妈！跟我再去健身房，避免中暑乘个凉。在这360度景观环绕的健身房里，我就是曼谷最靓的仔。你别笑。为了健身理想，不怕肌肉拉伤，前提是我得有地方做个湿蒸、干蒸，再来个温泉呀。关注我，未来你将会看到更多的曼谷豪宅以及泰国特色。